那个这个泡茶。哦，好的。哎呀，他的奶嘴要拔掉。这里有个绳子，水要给它拔掉，不然会坏掉。换水。还有他的尿布哎，脱了。好可爱。这是什么？你可以弄到书啊。是你的鼻涕吗？哈气了，然后我就弄出来了。哈气了，然后我就完了。好可怕哦。这些都是我的鼻涕，不要摸。不然你病得很重哎。这么大坨，这么黄，我们去看弟弟在干嘛。快到医院去，你要照顾他。对啊。他们快打我的鼻涕。这是鼻涕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哦，很黄哦。哦。没劲。看哦，没事，再一次啊，没关系。快叫外婆来！你的灯又在闪了。